从商店的视频监控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和吴念生见面那个人就是李思琪。但由于监控的问题，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。旁边花店老板的女儿却告诉我，她在这儿不止一次地看到李思琪，因为她挺着个大肚子，很好认。于是我从老板的视频监控上找到了这个。这不是时候。对，衣服也不一样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时间，这段视频是上个月17号的。赵长松和李佳佳出事之前。对。李思琪10号上午没有任何亲卫的通话记录，但是9号晚上，有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过电话给他，我查了一下，是个新号码。而且10号之后就停用了，那应该也是他的。你们看，我查过这个电话号码的通话记录，全都是打给李思琪的，而且他打电话的时候，全都是在这几个位置。老魏家附近。他应该是一直在准备对老魏下手。你自己学的？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？那个，就这几天吧。思琪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你都可以跟我们说，我们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。你之前一直有事儿瞒着我们，对吗？10年前你们参加选秀的时候，你和胡一婷一直都住在一起，当时你们俩关系好吗？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，我现在就想一个人安静的待着。我们也想让你好好待着，但吴念生有可能还会作案，你必须把所有事情经过告诉我们。我都已经告诉你们了。赵长松强暴胡一婷的时候，你就在现场对吧？怎么之前从来没听你提过呢？周灿、李佳佳还有李子欣，当年除了害死胡一婷，他们有逼迫过你吗？他们有没有伤害你？他们也给你拍过照片吗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会跟吴念生一起犯下这些案子？一起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没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思琪，我们需要你说实话，这对你自己还有你的家庭和孩子都非常重要。这些案子跟你有关系吗？
你还不准备说实话吗？你到底帮他干了些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那你们为什么要频繁见面？没有。确定吗？我就跟他见了三次。三次？上个月17号，你和他刚刚见完面，他就开始监视李佳佳。18、19、20，一直到23号，他每天都会在医院外边监视李佳佳的情况，直到他把李佳佳和赵唐松一起害死。你觉得这是巧合吗？他至少我问过他们的情况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干什么，这些事情都是他自己做的。为什么你跟他之间一直还会有联系？我跟他没有联系，他也是上个月才找到我。在李佳佳死之前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你就知道吴念生杀死了周灿和李子欣，对吗？为什么不报警？如果你提前报警，我们就可以提前阻止这一切。我怕他对杰哥还有我们下手，他来我家的时候，他手上拿着枪。他到我家里，家人什么时候回来？下午6点。认识我吗？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？回答我，为什么来找你？我求求你。女儿的时候，你出钱了吗？晚上，
你在现场，为什么不报警？